的这个嘉宾啊，男性荷尔蒙特别发达。嗯，哎，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在于他的身材很好，肌肉很发达。啊、哦。第二，他不长头发。我觉得来超级跑的应该是名人，不长头发的屈指可数。你说的不是葛优老师吧？这三个，葛优、孟非、乐嘉，就这么三个大牌，对不对？哦，那我们的圈子可以锁定，因为他把所有的人都不当人看，对，他把所有的人都当一团色彩看，对，就看过去啊，你小蓝、小黄、哎、小白、土豪金，这一位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土豪金。有这样一个人，初登荧屏，便成为全国收视率第一的真人秀节目心理专家。就像这个笔一样，他的连珠妙语不仅为节目锦上添花，更是洞彻人心。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他以非典型路径跨入电视界，爆发惊人能量，被亿万观众追捧和热爱。你所不知道的乐嘉是 FPA 性格色彩创始人，其应用领域从领导力、管理、招聘、销售、客服、团队到婚恋、亲子、学校教育、心理咨询等，他的客户中从世界五百强民企到各类政府组织及非盈利机构，都已成为这门工具的受益者。他就是乐嘉。掌声有请乐嘉。有礼物哎，对，有礼物。乐嘉出新书了，这是，是把本色，很重要，写了八年时间。乐嘉，你这八年当中是不是随着梳头就写没了呀？八年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这样了，但是我越写头会越来越亮。好了，我们再次掌声来欢迎乐嘉，欢迎，谢谢乐嘉，大家请，欢迎乐嘉，欢迎乐嘉。我们征集了现场电视机和网络上1000位喜欢乐嘉老师的观众，他们提了一些问题，我们也从中选择了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按照关心程度做了一个排行榜。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排行榜的榜单，93%的人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当时您是怎样的一个机遇巧合加入了《非诚勿扰》这档节目？因为我觉得我对乐嘉的认识完全是从《非诚勿扰》开始的，对，横空出世、啊，对，之前就好像都没怎么在行业里面听到过你的名字。他们当时要找一个心理专家，然后想找一个电视上没有见过的，所以刚好有一个朋友介绍，就跟他的制片人碰了一下，碰了一下以后，他说这个人应该还挺会说话的，就把我给抓去了。他当时没有考虑到你的形象什么的，头发反光啊什么的。他没有说过。怎么会考虑这个呢？主持人就没头发。我认为他当时看到的时候，他心里面应该是暗自窃喜。特别大的卖点。另外，老孟也是光头。录制第一期的感受呢？当时，成功吗？不成功，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我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初这个节目在录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我这个人能够干什么用。他最早的用途是想干什么，就是说前面你什么话都不用说，等到最后那个男人要是能走到最后一关，不是开始男选女的环节吗，你可以给他提点出道题目考考他。他把我给当成那个报纸杂志上那种八卦的测试的，就是你去西餐吃牛排，切牛排的时候从左边切、中间切、右边切，通过出这个题目来考出来他的性格，所以他是把我当成一个花瓶一样的摆设，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麻烦，是因为我的性格色彩的专业凭一道题目的测试是不可能测出来这个人的性格的，所以就变得很傻。以后大概录到第六集，我跟王刚谈了一次，这个比较重要。我说我可不可以当中让我说话，他说试试看吧。所以从第六集开始起才允许我当中开始说话和评论，这个效果还不错。那前五集录的时候当时纠结吗？痛苦吗？痛苦的是我一做好，但是我认为节目组应该不会感觉到，原因是大家都没有做过，大家都不知道能够出什么作用，他也害怕我说话说错。这样的我们调出来第一期就是他是、还有这样的资源吗？我们特别喜欢看人第一次的时候，
刚才有人说你很难再体现出来独一无二，因为你的爱可能都分享给了你的顾客，那么你会如何向你的恋人表达他对他的独一无二？他是一个比较自恋，但是你的自信和刚才前面的这个孔凡比起来，可能孔凡内心深处的自信会比你可能会更加强大一些。我觉得还不错。对，你看了看到的第一期，听说到第十期的时候渐入佳境了，对不对？因为我看书里写到第十期你们喝醉了，对，和剧组人大醉一次。是，就是那天很激动啊。都谁啊？庆祝一下节目组吧，节目组大概有20多个人，然后王刚、孟非我在南京大排档喝了一顿酒，大概我喝高了，喝完了以后像神经病。你喝高了以后啥样啊？四脚不是朝天，四脚趴地，躺在地上，然后见了谁都抱大腿，哎呀不要走。我跟你讲，你肯定是喝多了以后特别爱，就是想爱所有人，拥抱那种特性情的感觉。因为太压抑了嘛，因为先前太压抑了，找不到一个释放口，终于可以找到一个释放口了，要把它彻底的释放出来。就是逮谁抱谁，抱大腿。关键的问题是我也不知道我抱到谁了，你知道吗？就是就第十期的时候那次哭完了以后，第二天大家安慰你吗？不，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过我那么失态的状况啊，所以还是会比较奇怪，就觉得心理老师就应该是很能控制。但是我有委屈你知道吗？这种委屈是没有人可以说的。但是我第十期之所以最大的意义是从那一期开始起，我知道这个节目我可以做了。在第十期之前我没有100%的把握，在第十期之后我知道这个节目我一定可以有办法把它给做下去。在经历了节目录制初期的不适应后，平时习惯了讲台上叱咤风云的乐嘉，在电视这个大众化的平台上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在台上，乐嘉用犀利的言语点评每一位来访的嘉宾，他的出现让这个节目的矛盾更加尖锐，使得节目极具话题性和传播效应。我要代表我们的观众来说这句话，刚开始的时候那些犀利的语言是为了博出位才故意这么说的吗？那你告诉我，我后面说那些话就不是博出位了？后来就觉得你是一直都是一个很犀利的人，啪啪啪。对，这个，所以我只能告诉你，刚开始的时候是谁给你定的位？没有定位，没有定位。我觉得两个原因啊，三个原因。第一个跟性格有关，我的性格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解决问题，相对来讲喜欢比较直接的解决问题。第二个原因我觉得跟电视有关，因为他会把那些我前面的逻辑推理的东西剪掉，给剪掉，把那个部分给放大。对，有这个原因。第三个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配合战，就是在节目上，因为最早早期是我跟孟非两个人，我们之间需要打一个配合战，他做和事佬，那我如果再做和事佬的话，那就没办法看了这个节目。有一期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孟非好像说了什么话，说触到了乐嘉内心中最柔软的一块地方。那个可能是比较早了吧，我觉得。其实我应该在《非诚勿扰》上应该是我哭的最多吧。那个是他们第一次见我哭，他们觉得很好奇。后来见多了以后，他们也习惯了。说实在，我可能看的不多，我来看一下那一期啊，想看看乐嘉哭是什么样。我看一下。你刻印本身会让你自己觉得你自己非常的文雅，非常的有学识，但是刻印本身解决不了你的任何问题。我前面之所以问你的原因，是因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有种，你就直接上去单挑，把他父母给放倒，说让你闺女跟着我，但是你不敢。不敢的原因我现在来告诉你，因为你内心没有足够的底气。没有足够的底气，那你就去赚钱，让你的条件比女方的条件好。你现在不努力赚钱，天天去钻研这些花鸟鱼虫刻着印，能让你赚钱吗？赚不了钱的，还会继续穷下去的。下回碰到另外一个条件好的，还是一样会很悲惨。我话说得很重，是因为我和你有同样的体验。我知道没有人会来怜悯你，只有靠你自己，小兄弟，拜拜。谢谢老家老师，你的经历刺痛了他心底那块特别柔软的地方，很遗憾。这个事情我有印象，因为你不给我看，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本书有一个章节是专门谈自卑的，其实我看了这个哪页啊？自卑第六章叫面对豪门斗争的日子。刚才那段故事就是
自卑张杰我的开篇。这个男的呢，先前大概有过跟我一样的经历，就是跟一个条件家境比较好的一个女孩谈，然后被人家父母给扫地出门，受到打击以后，然后他上来了以后就展现那个才艺，这小子篆刻篆刻的很好，几年时间，我其实当时说的那番话是因为他的这个经历刚好跟我的经历是共鸣的，但我很清楚的知道他在篆刻的玩篆刻的时候，他其实是根本不敢去触碰那段回忆，他用这样的方法在逃避。你也喜欢过一个特别有钱的吗？我经常喜欢特别有钱的，但是我你当时很穷啊。我算了一下子，我的女友当中没钱的还是比有钱的要多。不是你当时就喜欢那个女孩的时候，她条件比你好很多吗？她家境很好，家境比一百个土豪加起来还要土豪。那你当时是有什么都有什么呢？啥都没有，就徒有一表人才。关键的问题是，人家家里面也不觉得我一表人才的。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啊，你给我讲一下。哎，这个故事你们有兴趣听，戴兄跟你分享一下，说不定你会有启发，大家也会有启发。反正能用多少你们自己考量着办，我还是觉得有安全感要抱个东西。他家境条件非常好，然后家里面一直不同意。你知道我当时在2006年为什么要写第一本书？我当时把第一本书写出来，戴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今天可以告诉你。第一，我早期在做性格色彩培训的时候，有很多同行和很多外界的人就会来打击我，说这个人纯粹在那里瞎扯淡，根本一点点理论体系都没有的，就吹牛吧，怎么可能是这样？所以我当时鼓着劲要写出来第一本书的原因，就是老子我一定要向你证明，这套东西里面有的理论比你要想的要多得多得多，这是第一个原因。但是这个事情呢，没有给我那么迫切，我可能这个书会拖到2008年、2009年、2010年。为什么后来在2006年写出来？是因为我跟女孩认识了以后，因为她家里面一直不同意，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想办法证明，证明。那证明的方法是什么呢？出书啊？不，证明的方法就是我要有钱呢，我要赚钱啊，我要变成一个成功的人啊，我要很了不起啊，这样的话他爸他妈就可以承认我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再努力100年也赚不到他爸的那根汗毛的钱，所以我知道这条路在短期之内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所以我就在想，有钱的人一般情况下，在我看的电影和小说当中，不一定要找一个特别特别有钱的，有钱的人一般都喜欢那种特别有才华的人，有钱人喜欢文化人。对，我变成一个有文化的人，那土豪岂不是会觉得我很厉害了？我说我写出一本书，老子我就变成文化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有一句话嘛，就怕土豪有文化嘛。对啊，是啊。所以呢，我很努力很努力，当时要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但是实际上这本书写好了以后没有多久我们就分开了。后是你觉得自己翅膀硬他配不上你？还是说他怎么可能？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自卑这个章节非常重要。你讲什么？自卑这个章节核心重要的关键点是在当初，我会把所有的罪责全部归咎于他的身上，或者归咎于他的父母的身上。你们嫌贫爱富啊，你们势利眼啊，我会用一切恶毒的语言在内心千百万次的诅咒他们。但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事实的真相是，他从小人家就定了娃娃亲。他们家和另外一家的关系从小一起长大，其实就是另外什么年代了，还有娃娃亲，那也太不靠谱了吧？因为另外一户人家其实就是跟他们家里面是有着生意上的来往，门当户对。而且最主要的是那个男孩，他爸爸是从小到大一起看着长大的，所以呢，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的耐心其实不够好，我的韧性不够强。当你自己内心没有力量的时候，你会把所有的罪责跟错误全部归咎于他人身上，你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当你真正力量强大的时候，你才敢于有能力和有勇气来自我解剖，你才意识到其实很多问题并非像你想象的那样。因为其实在当初
我其实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考虑。其实如果我一定要争取是有方法的，就是我必须要有更多的耐心和勇气和力量，要向他的父母来证明。因为我在想，如果我是他父母的话，我怎么知道你的来历和出生？那个已经认识二十多年，你才一两年，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其实事实并不，你要有足够的耐心让他认识到你的才华未来是可以变现的，对，你的才华是可以值得等待，他的女儿是可以期待的。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重要，而且就是说你上来的那种愤怒和抵触其实反而会让人觉得这个男人不成熟，对，而且所有的感情分开一定是两个人都有问题，千万不要把你的就最后摘出来，就像你写那个书一样，全的女的有问题。我跟你讲，我再跟你讲一个，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我发现，当我发现我已经书都写出来了，他爸妈还是不愿意见我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有愤慨。我说我已经是文化人了，你怎么可以这样鄙视文化人呢？好，然后你知道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会把我内心的郁闷和所有的压力全部转嫁在我女朋友身上。我认为她并没有在她的父母和我之间做一条良好的桥梁，但实际上我不知道她承受的本身的压力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了。所以她发现我还埋怨她的时候，她承受不了的时候，最后两个人其实就有点渐行渐远。所以说到底其实还是我的问题。你们后来还见过吗？很好，我们关系很好，没有她非诚勿扰我做不了，好不好？是她的朋友，她的朋友的朋友是王刚。2013年6月13日下午，乐嘉贴出长微博，正式宣布已离开非诚勿扰。对于乐嘉离开的原因，坊间传言不断，和主持人孟非不和，被有台高下薪酬，挖墙脚。到底乐嘉离开非诚勿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就我讲一个真的原因吧，是这个肯定是100%是真的。你觉得我在非诚勿扰上的功能是什么？用完了，对呀、啊，已经没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非诚勿扰上能够发挥出来点评和分析。如果对于参加的人，他能够有收获；电视机前看的观众能够觉得讲的话有道理、有收获，我会觉得我自己是，有用的。第二个的话呢，从节目的角度上来讲，那我会配合来完成很多节目的开心和娱乐的效果。我有办法在非诚勿扰的节目上创造出来娱乐的效果，但是我完全不具备你们两个这么高超的功力。我配合孟非我可以来完成，但是在节目做了3年多快到后面的时候，其实在做到2年半的时候我就有很大的痛苦。这个最大的痛苦是源于这两个功能里面，第一个功能由于种种的原因其实越来越弱了，而第二个功能仍旧会在。那么我就会觉得除了娱乐的功能，其实我的专业功能发挥的有点少了。而我希望我在大众心目当中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人，我自己也很难有大的突破了，所以我希望能够换一个方式让我自己有另外的一些突破，这是真的原因。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哎，网上流传的乐嘉语录是真的吗？哎，这里面有吗？本色里面有乐嘉语吗？本色里面有一篇叫做情爱，你被这些爱情语录的鸟话给骗惨了。就是想那些所有的语录，那语录不是你写的？因为我经常我跟你讲，网上传的最多啊，乐嘉发自肺腑给天下女人的话，28句话，乐嘉送给男生女生的28句话，全是扯的。对，因为网上有很多，比如说崔永元语录、白岩松语录、周立波语录，其实全部都是大家给他们瞎编的。没有，大家觉得那些话应该是在他们的嘴巴里面说出来会更加有传播有力量，人们又出感觉这些话是他们说的。那你那个真的不是你写的吗？不可能，因为那些话里面很多观点我很鄙视，那些观点这个里面是这个里面那张叫什么，叫情爱。情爱拿过来我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吧，我们摘了一些网上的语录，网上假的语录是吗？假的语录，我们来看一下。假的语录里面我在里面摘了其中的9条，我当讲到了。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山寨版乐嘉语录。被男人伤害的时候只能说明你遇人不熟，下一个男人也许是你该遇到的。其实跟我讲那个我的那个自卑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
因为两个人在分手的时候，女性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其实男性也会有，如果对方提出分手的话，或者他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会认为所有的罪责全部是别人的，自己其实是无辜的，是无辜的，没有问题的。我认为如果你不能够首先从自己身上来寻找问题的话，永远把错误归咎在别人身上，你同样在下一个人身上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就你写的自抛吗？对，作为抛弃。所以我说，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来意识到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你会活得更加的快乐。根据书里的内容，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是什么？在哪儿啊？请问乐嘉老师，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的？银行会计。银行会计。是点钱吗？我做过点钱，但是我主要是做会计。那个点钱的那个叫储蓄或者出纳。那你做会计是算那个账？是做账。算账的。那你有押送运钞车什么的吗？跟着保安。不是，你跟着保安一块儿去。没有。没听说过会计啊。会计还押运钞车，这太吓人了。我想把你的职业弄得酷一点，没想到不太酷。对，所以没劲嘛，我喜欢酷的嘛，所以我才离开的。我因为当时读的专业没有办法，必须要进银行去。但如果要离开这样的职业，家里人肯定会很反对。我母亲会反对，因为我母亲相对来讲会比较保守一些，对我的打压会批判会比较多，而且她不相信我离开银行以后可以活，她能够活得下去，她认为我活下去都成问题。但其实这个里面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什么毅然决然啊，有很大的梦想，没有。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太不喜欢那份工作了。我在那份工作里面得不到我要的快乐，我希望能够做一个跟很多人打交道的工作，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因为我实在不适合，这种痛苦逼迫的我一定要离开，只有这个原因。那种痛苦的感觉是什么？这种痛苦的感觉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就你不想去上班。因为他跟数字打交道，又没有人跟你聊天。我接触的人就那100个，企业的财务、会计、出纳，他走过来的脚步我都知道是谁，太熟太熟了。我希望能够见的人多一些。所以你的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吗？做销售。卖什么？当时最早一开始是卖房子，但是卖房子比做银行会计要好，因为可以天天不用坐办公室跑出去了，但其实也很糟糕，主要是我对于工科类的土木建筑类的东西完全没有概念，直到我后来卖了化妆品以后，我的人生才焕发了新的一春，因为我发现卖化妆品可以跟女人打交道，那个满足了我从小巨大的梦想，拉近了你跟女人之间的距离。对对对，让我有机会深入到女性的心灵深处。你会帮他们去试吗？在脸上？没有，我只是凭借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告诉他，用了以后他的人生会有多么的美好。哎，你们两个职业是一样的，卖化妆品。我是后来卖化妑品的。我是早很早就卖，我94年就开始了。对。你比别人卖的好吗？在我们那个地方，当时我卖的是第一名。哇，掌声鼓励一下。当时在哪？杭州啊。我当时在宁波。那你在当时宁波有没有觉得啊，这个池子太小，水太浅，我还是要往外跳？所以后来才到上海的呀，刚好有一个机会。我那个老板到宁波来开分公司的时候招聘的时候，后来他说上海的总部有一个机会可以做销售培训，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我就跟着走了。所以等于是你重新在上海再起步。刚才我看书里说到的这个一日想吃三餐都想吃肯德基，就是说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在里面。然后当时跟你一块儿的那哥们儿胖胖、说你们俩他进去以后，进了餐厅以后，你只点可乐喝，连鸡都不敢吃。可乐不可能吧，我觉得我连可乐都没有点吧。我们那个时候跟别人谈事情，那比方说戴兴来跟我谈事情，我会帮戴兴点杯可乐，这杯可乐3.5好吧，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哎，那为什么比如我是那客人，哎乐嘉啊，谢谢啊，哎你怎么自己不喝啊？哎呀我不行，那个东西已经喝撑死了，哎呀不好喝。哎，我
我不喜欢喝这种气泡的饮料。哎，这个你为什么选了一个这么嘈杂的环境呢？我们要谈点事儿，不方便吧？那就那当时20年以前好不好？你忘了咱们二十年前，那是1994年好不好？20年前肯定进门口要排队的，如果客人看你就点一杯可乐坐那，他肯定会跟你急。真的？急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胖胖怎么说，好不好？对啊。啊，你还跟胖胖联系过？我跟你讲，去找这个胖胖，找的好难好难，因为这个胖胖很多年，他出国了，对不对？啊，那没有，他经常出国，但是大本营现在在海南。对啊，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人，然后听听他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在哪？他是因为我们一起在共事的时候，约客户啊，约一些就是沟通啊，都在肯德基，原因呢是。在当时的这种环境当中，肯德基属于比较上档次的。在当时我们觉得肯德基的这种消费对我们来讲也比较高了。有一次就是我们晚上谈事谈的比较晚，正好肯德基关门，我们也才刚结束出来，肯德基发着这种感慨说，如果这辈子能够天天吃肯德基，一天三顿吃，那也是人生的一个梦想完成了。是做什么的？当时跟你在一起，我们当时卖饮水器，30块钱一餐，一天就要100块钱，那一个月就是3000块，那还有这钱，那是很大的一笔。哎，你对我想像你年轻大小伙子怎么吃饭呢？那个时候，我在上海早期最多的吃饭，就是在我们公司楼下有一个小店，点一碗面，里面加2块酥鸡，一碗面。4块钱，2块酥鸡1块5毛钱，每一块酥鸡5毛钱，那就是相当于一顿中饭是5块钱搞定。如果今天心情特别好，有好事发生，就要犒劳一下自己，可以加一个荷包蛋，6毛钱，5块6毛钱。吃那么素啊？因为肉要1块2毛钱一块大排，有点贵。哎，就是经常性，现在还开了吗那地儿？我现在也经常去吃啊。但你现在是打打牙祭吗？还是怎样？啊，没有，我喜欢吃面，这个是习惯。但是当时是算出来的。我现在去吃，我会觉得我是多么的朴实啊！我当时去吃，我是心中充满了流着血痛啊！是这样的状态。你有没有最想吃的？戴军跟我说他。没钱的时候最想吃一碗蟹粉。不是不是，我他在上海。不是，蟹粉是后来的事儿。最早是因为我舅舅是跑外洋轮的，就过年的时候给了我们一家一瓶可乐，一包方便面，然后我们到过年的时候把那包方便面全家煮了吃掉了，就我就捞到几根面条。当时我就对自己发誓，我说我长大以后，我天天如果有钱了，天天要吃方便面。后来我去深圳打工，真的遭到报应了，天天吃方便面。那蟹粉呢？现在你看到方便面会吐吗？不会。他的黄婆婆请我吃饭，然后他要点蟹粉，拿了蟹粉，他就说了一堆话。我说以前都一直吃的是那个素蟹粉，就拿鸡蛋装模作样炒成来的蟹粉，我这次要吃那个纯粹的蟹粉。后来一看价格188块钱一份，咬了咬牙，我说李静，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我记得。这是哪一年啊？都有钱了，他还特别抠。10年吧，10年。你想，他已经是明星了，在黄河路，那个也上海的黄河路。对呀、啊。2003年、2002年那时候还有海鲜。他都有钱了，他都舍不得吃那180，然后看我来了点了一碗，但我北方人对这东西没什么意思，觉得还不如来点红烧肉呢。我当时吃的时候眼泪都快下来了，哎，真的会心疼。哎，我觉得现在讲的一些事儿都蛮好玩的，对，蛮好玩的。那后来请胖胖去吃了吗？吃了一顿作为结束，我说这个梦想 over 了。以后不要再吃了。妈妈在电话里跟我们说那句话，说当时听的话眼泪都快下来了。今天我们去到肯德基吃到死为止。那个，我跟你说，一日三餐真不能吃那个东西。没有，你吃半个月，早上起床你都会打鸣。我觉得乐嘉，其实你回头再来看，你从事的每一份行业最大的卖点，假设、啊、你卖这个产品可能没有卖出多好，没有卖出多久，后来你看你做这个性格色彩的这家公司，包括帮企业做，因为企业其实也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领导跟下属之间，包括男人跟女人之间。你能够快速了解每个行业，捕捉这个行业的特性，跟你当时这种打工经历，我觉得有特别大的关系。
我不管换了多少工作，但基本上每一份工作都有一个核心的特点，就是都需要比较大频率的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所以我后来再回忆啊，可能我骨子里面在天性当中的确是对于探究人有着强烈的兴趣，就这个我只要跟人在一起就会每个细胞的亢奋就会调动起来。所以你肯定特别害怕孤独吧？还好，我忍受孤独的能力肯定比你要强。我享受孤独的能力，我也是，我跟他很像。可能也会比你强。你比方说，其实最能体现的，是书。这个，我可以长时间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不见天日，我很享受这种过程。我是发自内心的，我不会认为是一种痛苦。好，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最感兴趣的最后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啊。您在职业生涯中是否经历过质疑？我们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吗？本色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章节是我写的最辛苦最累的，就是证明。证明的意思有两个，第一，当这个人信任我的时候，我要做成事情给他回报。第二，当这个人不信任我，怀疑我，打击我，质疑我的时候，我一定要做成来证明你瞎了你的狗眼。我觉得你身上还是有好斗，不是不成熟的一面，你不觉得吗？就可能一个过来的人，你要听我把话讲完吗？对，这个很重要。所有的证明者在一生当中都是这样。如果你这样讲，那我向各位来报告，所有成熟的证明者一定在他成长过程当中要经历过不成熟，因为他必须通过他做出来一些事情来证明你们当初是错的。但是成熟的证明者和不成熟的证明者有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不成熟的人当他证明成功了以后，他的骨子里面因为在早年被打压的实在是太狠太狠了，他过得太凄惨了，他一定要让那个当初瞧不起他的那些敌人们后悔。但是成熟的证明者他有一种能力，他可以让那些早年瞧不起他的那些打引号的敌人们看到他的成就以后，那些人变成他的朋友。这是成熟和不成熟的一个标志。但是我需要跟你们两个报告的事情是，这个人成熟不成熟和年龄的大小和事业做的大小毫无关联。对，具体的我就不再讲了。你是哪种？我原来肯定是一个不成熟的，我现在比原来肯定要好很多，我正在向更加成熟的道路上迈进。我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做到像李静老师这样圆融通达，洞明世事，豁然开朗这样的境界。了，我觉得戴勋请把那个刚才那个人都贴上小纸条，挂在办公室。其实他说的特别对，就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受到一些人的伤害，但过了很多年，经过你自己努力，你发现当年来伤害你的人现在祝福你，这就是你成功了或者成熟了。还有一个，我发现我有一天突然之间长大了。我在进行很多人分析的时候，包括在分析自我解剖的时候，我发现有个规律，有一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如果你还恨你的敌人，证明你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战胜他。当你内心觉得你已经比他强大的多得多的时候，你已经不把他当成你的敌人，就是你们的水准差很多的时候，你不会再有仇恨。仇恨的原因是因为你还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哎，我要为那个乐嘉这个鼓鼓掌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种能力特别重要，但不是很多人都能有的，就是自省的一个能力。其实刚才乐嘉说的这一段，我觉得是让我就是再一次认识了你，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性格很难去改变，但自省的能力可以让我们去看清自己，
你就不会那么痛苦。这个在专业上我就是把它叫做自我解剖自剖。所以说当你自剖的能力越强的时候，表面上来看似乎你把你的弱点和软肋呈现出来，但是实际上你那个时候的力量不仅不弱，反而会变得内心会强大。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这是一8年的书？这里面有20个角度来自剖：梦想、目标、热爱、欲望、自卑、自尊、养儿育女、情感等等等等。不是在同一时间段写的，写的最长的一天写了2年，写人性；写的最短的一篇写了2天，叫目标。那是我在我30岁生日的时候，为了庆祝30岁的生日，我去跨了一个跨海5公里，所以有了那个经验以后，就很快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它的延续时间段有8年。谢谢本色，其实不是乐嘉自身的解剖，而是我觉得一个人啊，把自己刚才说到的缺点跟软肋呈现出来，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自信，代表着一种强大。而且我刚才说的不成熟，我特别希望他不要改变，因为一个男人如果他运筹帷幄、势在必得，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讨厌的男人。我们更喜欢有缺点、有着某种脆弱、有着某种情怀的男人，就像乐嘉。对，开心，希望大家来支持本色。然后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用户发送超级访问到9513186，或者登录苹果和安卓市场来免费下载我们超级访问的客户端，就会得到由乐蜂网提供的亲家大礼包。而且今天呢，我们前10位的观众由我们超级访问买单100本本色，我们签名送出，好不好？大家可以发表一些你的感言，然后艾特乐嘉，艾特我们就可以。对，你看，真是土豪就是不一样。有人在卖。对对对，土豪银，来，你买50本是吧？超级访问。我50本，我50本。行，拍一张照片，本期超级访问成功，谢谢。